透视蕾丝礼服，好久不见的麻衣现身圈内好友大酒保麻里子的婚礼，而这也是她婚后首度现身却不见老公王群元。最近的话事业比较忙，所以今天的话没有办法，当然很想一起来，但是就是他要工作。三年前带球跑闪嫁豪门，麻衣淡出演艺圈，二月还搬新家，更常在脸书晒幸福合照。我现在在学台湾的菜，所以可能台湾媳妇的话应该要会做台湾的菜，所以我也是在努力学。麻衣想用台湾口味抓紧老公的胃，不过外界更好奇她的公公王文阳日前被周刊爆出和吕安妮已经分手十年，麻衣是不是早就知情？我这个不太清楚，我真的不清楚，我是没有见过面，但是我有打个招呼。麻衣表示和吕安妮从没吃过饭，也不曾称呼她为婆婆，对公公的感情关系态度很低调。不过大家也关心她嫁入豪门会不会回演艺圈，麻衣说比较想要回馈社会，可能会出席一些慈善活动，但对重返演艺圈兴趣缺缺。记者吴奎言、罗湘、SNG 小组台报道。